先我给我点会儿赞。Hello 雨歇啊。那你今晚上就闯关吧。第二关啦。第一关过了。过了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。我以为被禁播第一关过不去了呢。这是我儿子，你没看穿的是亲子装吗？这是我儿子。Daddy。你别整这个了，你别整这个了呀。Daddy 喂我。Daddy 喂我。喂我，你用英文说出来。Daddy for me。猫咪。Daddy 只能 do you。Daddy do me。星星跳槽是什么意思？谢谢彼得洛西，谢谢红太狼。不是，星星不是撒娇，星星日常就是这个样子。星星跟我妈说话的时候更那啥。今天最让我不能理解的 ，Hello 小宇宙，今天最谢谢蓝哥，谢谢半天。今天最不能让我理解的就是星星指责我说。你就不能拿着一个袋子吗？然后我就去拿了个袋子，然后他转过头去就说：“妈，我再帮你拿一个。”我寻思你费那劲干啥呢？是让你装的。没事，妈，没事。不是那个桶好像是要和成泥才能粘的吧？我从来没用过，全凝固了吗？里面？我给你们学，妈妈是这样的，对，就全凝固了，全凝固了。我以为人家给了你一个非常高档的那个胶吧，妈妈。我搅了以后，还有两分钟，同志们，有没有剩点票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出去，我不管，我回来以后要闯过第二关了。我们每个人，我回来以后要闯过第二关。我帮你。我们每个人手里拎了一个袋子，然后我就觉着吧，凝固了。我们仨出去让妈拎袋子不太好，然后我就把我手里的袋子给我哥了。我说你就不能帮我拎一下？我就给他了，然后我就跑到妈妈那里，我说妈妈，我来帮你拎。婆媳关系小技巧，应该是可以的。那怎么还能凝固了呢？什么？什么呀？完了，过不去了，想还差六千，过不去就过不去呗。啊，我想过，我想，有病。谢谢 KK。谢谢巧克力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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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我得出去。你干嘛？你是谁？这都五千个人，一会儿禁播了就怪你啊！你是谁？你怎么出现在我的直播？我们是美女和 so much, it's bad enough to get along so well.什么？我看有个。谢谢温暖。大海，差点凡尔赛一个。那我来凡尔赛一个吧。哎，不用了。就是我今天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我哥、就是、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。因为我哥就是今天就是，我哥今天很凡尔赛了一般在我们家里，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不是，我就给妈妈说。我妈，你看，我说你看我哥多厉害呀、啊！你说我哥为什么这么优秀，这么厉害、啊？就是之类的。夸完之后，你知道妈说啥吗？那你家孩子就这样。
我夸完我哥之后，然后妈说，行，你不用光看你哥，你也厉害。我说我啥厉害呀、啊？他说你能找到一个这么厉害的男朋友、啊，然后你能找一个这么厉害的男朋友，然后你男朋友，然后你男朋友还那么爱你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更优秀，更厉害。今天让我和星星在车上给我妈一顿疏导，那思想灌输的，我跟你说，谁来都不好使。那也不算是什么思想疏导。谢谢大家的人气票，谢谢。我只是给妈妈讲了一些，就是与老公之间相处的，就是建议，是吧？啊，就算是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小妙招，就只是一些小妙招。没事儿，反正快下播了，举吧，赶紧举吧。你举报晚上也没人抱着你睡觉，你还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。给我打，给我打。哎，我这样回他，我这样回那些黑粉，是不是就少年感十足？你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两个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觉得你说这两个字，我都那就不配。这两个字都不要提。好。哦，不能抱着你，不然马上就咔咔下播。真的，我现在都不能理。主播星星子都没有上过高中，直接上了那叫什么职业学校。嗯。哎呀，现在学历不代表人品。主播星星子是一个文盲。主播星星子从小就别嘘，唱。Wanna say good night, baby say good night and go. Wanna say good night.星星在车上的时候唱的可带劲儿了，天哪！人多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还要脸了。主播星星子是文盲，主播星星子从小就被家里保护的很好，上学不是没有，不是学历和人品和素质一点都不挂钩，行，真的。有的时候反而那啥，就是我真的觉得，就是你虽然没上过高中，但是你的各种教养啊什么的都比我要强很多，真的。这不是我吹捧你，我就是打心底里觉得，在素质和教养方面，你要比我厉害很多。我知道呀。行，还行，挺好。因为你差点给我噎死。优秀分很多种嘛，我觉得我自己唯一最优秀的地方，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坚持什么。哎，你是一个不会轻易被别人劝服的人，对吧？但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别人说服的人。我不是，我虽然我看起来很温柔。谢谢大家的，但是我是你最闪耀，谢谢。但是我是一个温柔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我是一个温柔且坚定的那种人。哎，我就觉得你的坚定是挺厉害，真的。就是你知道你自己，哎，我虽然我也是一个知道我想要什么的人，但是你也是一个知道你想要什么的人，但是你顾虑没有我多。我可能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哎，我左顾顾右盼盼，但是我还是一直往前在走。那你就是一直往前在走，说到底就是，就是，其实人生是有很多选择的，但是你不管选择哪一条路，你到最后都会后悔，这就是人性。我是那种，我只要认减肥不坚定，我踢出去。星星挺坚定的，他现在一直我在游泳，而且我的体重在就减脂就行，我的体重在持续的减低。你看，你擦，我的体重在逐渐减低，然后体脂也在逐渐降低，然后我的肌肉正在慢慢恢复。今天我哥看到了吧？就是大家送的小星星和你最闪耀，恢复了一小部分。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牌。哎，真的是这样的，人不管选择哪一条路，到最后都会后悔。就是我是那种，我要是认定了这条路，我就很坚定不移的去往前走，我是根本就不会往回看。哎，大家可能没看我在公众号里发的那个，就是
我就挺喜欢星星这样的，该吃的时候就吃，该捡的时候就捡，对吧？该玩的时候我就玩，该工作的时候我就工作，然后该谈恋爱，该跟对象腻歪的时候跟对象腻歪，该陪着妈妈去买菜就陪着妈妈去买菜。他不会，他不像我，就是我可能在玩的时候还想着，哎呀，我那个学的东西啊，或者是那个事情还没办，他就是该干啥就干啥，这种状态就很好。即便稍微胖了点儿，但也可以理解。我真的没胖，你别听他瞎说。他所谓的胖，是我比原来胖了，因为我原来的是我原来体脂只有10，然后就是全身都是肌肉。他那因为几个月之前我是那样的，所以他觉得我胖了。其实如果我其实一点都不胖。各位老铁，把直播分享出去。分享完的老铁们再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有必要。因为那次我看他们卖东西就这么说的，大家把赞大家再点一点，点到34.5万，我帮你们重锤星星。有必要。大家点到34.5万，我帮你们重拳出击。打击打击。哎，不过就我哥刚刚说的那个真的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是一个好比那估计快我们说好了，就是我们说好了现在不工作，我们出去玩，谢谢大家送的联系票。他是那种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想，哎呀怎么办，工作没有做完，我们回去还要做什么做什么，他就思想不在这个玩的状态上。但是我是那种哦，我知道我现在不用工作了，我要去玩，我就会好好的玩，我现在要吃什么好吃的，我现在就要去吃这个好吃的，然后我知道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要回家工作，然后我就会好好工作，然后我就是在哪一时刻做哪一时刻的事儿，我就不会穿插着自己的那个体验，穿插这个那些胡七八糟的那些思想，胡七八糟的思想，然后去影响自己的体验感。所以没有鸡爪不在那儿。